来两只全网最大的爆头。嗯，啊，太大了，咬不动。出来了，来两个大爆头，一个爆辣，一个原味的，老铁喜欢哪个点哪个，我喜欢吃原味的。不，妈妈，你喜欢吃爆辣的。我喜欢吃原味的，爆辣的。等你爸爸回来揍你哦！不揍。老铁，给我个双击吧。昨天才回，到天黑了还不来，说明不来了。妈妈，我吃腿。嗯。吃腿。你也喜欢吃爆辣的。嗯。吃吧。妈妈剪刀。啊，太辣了。嗯，有黄有沫，给个双击。原味的谁吃？今天把市场上最大的那条八爪鱼给拿回家了，来个大大号大爆肚啊，必须是爆辣款的，不够再来点辣椒面啊。老铁，觉得过瘾的话，一定要给我个双击啊！嗯，有黄有沫。来块三文鱼，必须要大口吃才过瘾啊。太香了，82年的大海螺来一个，哇，超级大啊！这一个有1斤呢。这个是海螺的苦胆，吃的时候要把它去掉，不然越大的海螺的苦胆吃起来就越苦啊。这个是海螺的黄，好吃的。香，这个是海螺的肝脏，口感好。